当外国友人遇上中国传统文化，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？ 今天在临近2月初二龙抬头中国传统文化之时啊，我们来到了黄敦镇闹春牛民俗文化活动的现场，和来乐老师、慧玲老师以及雷老师一起去亲自感受一下农耕文化的魅力。走吧，走。看的那个拼音戏闹春牛。 农民画还有什么都看到了，挺好的，很多民俗的活动。感觉怎么样？这挺好的，学习的那个传统的文化。我第一次来看这个活动，我觉得是特别好，这个牛很可爱，很好玩。